各位观众你好，欢迎收看 CT News 晨时新闻，我是主播吴云轩。你有想过在教会里也能看到小巨蛋等级的演唱会吗？在新生命小组教会登场的 Jesus Fashion 演唱会，不只有超高人气的偶像男团 Gentleman， 还有好久不见的 IO 乐团，跟刚出新专辑的黄美珍，更有艺术才子廖博雅的小提琴演奏，融合了动感舞蹈，要透过创意鼓励年轻人找到梦想与自信。Jesus Fashion 演唱会顺利登场，许多人气歌手轮番献唱，用热情与台下上千名观众热情互动，气氛沸腾到最高点。奥会主题为信心飞扬，演出的艺人共同表达因上帝的改变让他们找到真实的信心，活出不同的人生，精彩融合戏剧、舞蹈、音乐等元素，共同打造信心飞扬的舞台。歌手黄美珍具有穿透力的演唱里，听见生命蜕变的信仰之路。演员陈雨希也同台分享，成为新锐演员是上帝的美好计划。想要掌握自己的未来，但神却最了解我每一个人，他把我们摆放在每一个人最适合的地方。演出真实的见证，为的是将信心的源头上帝介绍给每一个人。就是他们每一个表演者和艺人，然后他们见证，告诉你的生命是有价值的。这样的表演会觉得，哎，他们能做到，有这样的自信，那在这边我也感受到了。也觉得自己可以一样做到。上帝点燃信心 ，Jesus Fashion 演唱会，期待用更时尚的创意，让更多人看见生命改变的奇迹。记者柯淑华、林奕璇、陈韵竹台北报道。